我是26岁的尤长靖，欢迎来到阿佐尔兰。这两年我在写首故事，这里是内心世界的栖息之所，在这里你会找到未知的自己，会遇到好多独立的个体，一起探索属于自己的价值。或许会孤独，但不孤单。无论任何时刻，我们都能在阿佐阿兰获得一种力量，一种无论发生什么依旧坚定走下去的力量。现在开始，就让我们用各种颜色填满阿佐阿兰里的每个角落吧。一起去到下一章的 Azure Land to be continued。